来做伙敬拜咱的上帝。起来荣耀，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。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。要回来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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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。这回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。起来荣耀。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。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。这回来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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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。这回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。是吗？咱找咱厝边隔壁，甲伊讲耶稣听我，耶稣听你。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敬拜上帝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
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我们为着那些会阻碍我们与上帝这些关系的东西，我们求上帝来挪去。这个时候我们谦卑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软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向主耶稣，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早晨可以来到你面前，可以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主啊，我们都有许多的我们自己无法做的事情。但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神啊，恳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得见你的荣耀，在你面前能够领受你丰盛的恩典。我们将自己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来保守我们，能够让我们坚持。让我们谢谢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受生命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早晨可以用敬拜用赞美来到你的面前，可以归荣耀给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。主啊，我们也恳求你保守我们待会礼拜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
从牧师的讲道当中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一样，能够有所成长。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